Hey, apa nak kengku ma? Ya hai mikirun, leka sokemun. Leka pikir okon. ถ้ารู้ว่าต้องมาขนไม้ในที่แบบนี้กูยอมโดนส่งกลับประเทศดีกว่าหยุดพูดเถอะแม่มึงรอให้มึงส่งเงินกลับไปบ้านไม่ใช่หรอกูมาทำงานที่ไต้หวันก็เพราะไม่อยากไปขนไม้ที่เชียงใหม่ไงระวังหน่อยเฮ้ยอะไรไม่รู้อ่ะเฮ้ยมาช่วยคุณหน่อยมาเร็วมาอะไรเฮ้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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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ช่วยท้องกูเหรอใช่ป่ะเฮ้ยเฮ้ยยาอะไรวะอะไรวะอะไรอ่ะหนูขนเลยอ่ะ我了，我赶紧别走。
雅婷，我今天来不去是在你哦。我比较晚回家，啊，你自己吃晚餐，冰箱有水果，哈、嗯。啊，辅导费，妈妈今天一定会放在桌上。会啦，我会记得，我先去忙。哦，那几年啊啦，我无看伊放查某囝出来呢。啊，迄个妈妈吼，跟他管，唔知吼是去耍。啊，恁即马再来，因查某囝唔知是死还是活呢。啊，伫咧遮啦。谢谢。啊，恁家己去吼。您好，社会局。您好，林美华小姐，我知道您在里面，麻烦您开门好吗？林太太吗？我是台中市家暴防治中心的社工师李淑芬。有事吗？我们接获通报，方便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吗？我们都很关心永晴的下落。永晴她不在。林太太，只是个简单的拜访而已，方便让我们进去一下吗？东西别乱碰。林太太，那永晴现在人在哪？他去亲戚家了。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一个多礼拜。那邻居跟我们说，已经一年没有见到永晴了。听他们乱讲。那你方便把你们家亲戚地址给我们吗？他们在山上的部落联络不方便的。您只要把永晴带来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只要确定一下她的照顾情况，我们就不再打扰。永晴她很好，你们到底要看什么？
婷，雅婷，你不舒服吗？你连拖好几天嘞。啊？还好吗？等一下，过来，过来，手上拿什么？给我。啊！不要。给我。你在干什么啦？喂，老师，我是李雅婷妈妈。哎，雅婷今天不太舒服，我帮她请个假，谢谢。你男朋友满18没？啊？按照一般流程，满18我就要报警，还没满18我就要通报。我不是你的个案啊！非预期怀孕，是。妊娠已经超过7周，手术流产会比吃药来得稳当。手术有什么风险吗？资料。小手术，15分钟就能完成，安全指数相当高。资料帮我填一下。小手术，你不用担心，妈妈会全程陪你。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都帮我做决定啊？你未满18岁，我就是可以帮你做决定。那当初你怀我的时候，有人帮你做决定吗？虽然早一点动手术，后遗症比较少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们回去讨论清楚后再来。小林，我知道，我再半小时就到了，半小时 ，OK？ 李雅婷，没错，你不是我的个案，你是我女儿。我不希望你因为一个小孩毁掉你的人生哦。对啊，我毁掉你的人生啦！李雅婷，你去哪里的啦？嗨，李社工，在这边。那我先去忙喽。谢谢。永晴，来吃甜甜圈了。妈妈呢？妈妈，妈妈生病了，她在医院了。你不要骗了，我们要赶快回家，外面很危险。为什么要赶快回家？学姐，阿刘，我觉得个案有被害妄想哎，建议先隔离安置吧。可学姐，医院鉴定小孩的身体很健康，营养充足，没有受虐的迹象哎。怎么可能？你想，他把女儿关了将近1年，还把她画成那样哎，这也不算受虐啊。我等一下打给你。哦，好。社工小姐，我要带林永晴回家，不然她会有危险。林小姐，相信我，你女儿在这边会非常的安全。你不懂啊，林小姐，我也有女儿，我了解。我现在就要带永晴。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联络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
小姐，请问你是？老师。哦，雅婷妈妈。雅婷呢？我以为她已经回家了。喂，蔡佳慧哦，我是雅婷妈妈。雅婷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？在一起？没有哎，我今天下午就没有看到她了啊。是哦。你认识她男朋友吗？姐姐，我是他妈妈。阿姨好。他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他没有来找你吗？他最近都在躲我，我已经快要两个礼拜没有看到他了。失踪人员李雅婷，目前失踪64个小时。最后被拍摄到的地点是在善恩医院的登山口，以山区步行1公里半小时判断，他人有可能在这范围内。第一小队，沿着北边步道进行搜索。第二小队，雅婷妈妈，根据监视器的记录，雅婷是昨天下午5点半离开学校的。雅婷用看起啊？什么看起？莫心啊，看起啊！莫心啊！莫心啊！这又是莫心啊！小姐，你知道我们这片山吗？十几年前卡多里乐园意外之后，这边就常有灵异的事情发生。后来拍到红衣小女孩的那个家族出院的影片，就是在我们大坑这片山上。小队回报，目前山林线步道没有任何发现。Over。
叫寻人呢。这是你的地盘，是魔神的地盘啦。
喂，雅婷，是你吗？雅婷，林俊凯，阿姨哟，我捡到雅婷的手机。雅婷还在山上，她已经失踪72小时了。阿姨，你不要担心啊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阿姨，你不要担心。学姐，保持联络。学姐，你还好吗？怎么样？哦，知道来了。这个，他叫做沈怡君。失踪的时候好像也闹了一阵子的新闻，这个就是她男朋友，后面还有她男朋友的奶奶，对，这个当初失踪的时候是在宜兰的万隆坑，不知道为什么发现的时候却是在我们台中大坑。时候就已经死亡，彻底的纤维化了。沈小姐，我的社工是李淑芬，昨天是我带你下山的。请问你在山上有看到这个女孩吗？我有个奶奶。谁？我老公在哪里？沈小姐，你记得你为什么会在山上的医院吗？什么山上的医院？到底在讲什么？这里到底是哪里？我阿伟跟奶奶，何先生跟何女士都已经过世了。像阮遐社区失踪的人，啊，一个一个走啊！奶奶呀、啊，被救下山，没多久也走了，落去伊家啦。何奶奶、阿伟已经被平安的救下山了，他来看你们了。啊，你无爱拜哦？Thank you.
这一箱啊，是奶奶的遗物。奶奶为了找你哦，收集了好多的资料啊。可怜哦，社公司啊，拜托你哈、哦，多多照顾怡君哦，就可怜的，那忘心忘心的哈、哦，拜托你了哈、哦。沈小姐，你真的没看到我女儿吗？这是我残疾的愿望。你不可能在这里做产检，这医院已经荒废15年了。他在医院的厕所哭，他说他怀孕了，妈妈带他去拿小孩。到底讲安怎讲？伊讲去做山头顶悬啦，有一道结界。迄、那个结界内面哦，都是因的地盘。啊，咱迄个还袂过门的新妇哦，哎，真有可能哦，就是伫迄个结界内面啦。在你找到住的地方之前，你可以先住我家。沈小姐，拜托你帮我找到我女儿。你说雅婷被关在姐姐里是什么意思？那些怪物会利用你的心魔，建构一个虚幻的世界，让你不用面对现实世界的不快乐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
喂，林俊凯啊。阿姨要。你可以帮阿姨跟忙吗？唔敢来啦，甲咱放睡觉。
谁了？你看新兵弟的，不敢来笑，臭死了你啊！好大你出来啊！好大你来啊！今晚是安怎的哦？大家，来，面甲收收啊，等下出来，我等下过来清洗。来，相信去塞车了，来。好，我去塞车，我去塞车。相信来吼，啊，猪肉甲鸡卵摆好呀，咱先收起。阿公，你安怎哟？是不是也挺得势，才给抓走的？也是有大事要替你办，你要祭拜你，无你要找人哦，找厝内人。找恁爸母，找恁老爸，找恁妈妈，恁妈妈人即马伫倒？沈小姐人现在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去过我家？你家怎么了？沈怡君呢？沈怡君，你不要装了。你先进来。你家是不是有人失踪？你怎么知道？我那天看见他。谁？好一小女孩。没事吧？沈小姐，
房间，快！他为什么要利用我？因为你的执念最深，你一直不愿意放下你的执念。他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是你的孩子让你回来，可是我孩子死了。你的孩子他牺牲自己换你回来，本来应该要死的人是你。所以他要找的人是你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找了神明跟他谈判，他说只要找到他妈妈，我的女儿就可以回来了。他要找的人是我。我是他妈妈。18年前，台中大坑卡多里乐园发生了一场意外。进来这边看行吗？开心。
妹妹也是其中一个。我没有办法接受妹妹的死，我就想起我阿宙说过有一种方法，可以让死人复生。的方法？附身咒。那个时候，我每天在同一个时辰都山上做法。七天后，他真的复活。之内竟然又发现了一位不存在于现场，而且长得非常吓人的小女孩。巫星家族来到台中大坑风洞时，踏青旅游，走在队伍最后一个，却是一个身穿红衣、脸泛青光的女孩。吊诡的是，这名男子就在几天后突然暴毙身亡。巫星家族来到台中大坑风洞时，踏青。妹妹的魔性让她开始做人，所以我必须处理她。妈妈给你买新衣服哎，你来。喜欢吗？
虽然变成了魔，可是他还有人性，他还记得我，他知道我是妈妈。所以为什么要把勇气藏起来？因为一年前你没有被放出来。创造那个怪物，是你造成的，是我身体造成的，是你。你冷静，到底要这样才能接受这一切？到底要这样？但我说什？喂，阿姨啊。喂，林俊凯。嘿。我们找到他妈妈了，他愿意跟我们上山。他妈妈是谁？啊？喂。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我们已经出发了，等一下会合哈。要紧不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有找到伊妈妈。你讲找到伊妈妈什么意思？不是这里，往乐园方向开。可是我女儿之前在那个医院，我们要去当初封印她的地方。你中计啊！你头壳是地塞，恁这人戆啦！要做代志真正，唔该少想者啊！什么意思啊，公？好呀，退咖了，我才去用魔神啊，护神的。嘿啊！啊，心明无敌的魔神的话，免来听你啦。这一定有什么阴谋的，也那无，那就等个心明出了后，魔神那才敢讲的。阿干，哟。打电话，叫伊紧点来。打电话好，嘿啦，好，紧点啦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拨声后开始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拨声后开始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你们的手给我，我现在帮你们画上的，是五雷尊王传授下来的五雷咒符，它可以保护你们不被那些东西欺负。
待会我一个人进去，你们留在车上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如果我回不来了，暗自中心的小永晴就拜托你们。给你听，记得雾散了才能下车。妹妹，你在吗？那是妈咪呀，妹妹。妹妹，妹妹，你出来！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？妹妹，你出来！妈妈陪你，你把人家的女儿还给人家，妈妈来陪你。妹妹啊，你在哪里？妈妈永远陪你了啊！妹妹啊，妈妈陪你。你看，妈妈给你买新衣服哎。小啦，雅婷，哎，你家等我。
用心，再要抓用心，保护用心。请问下面总控啊？回来！主将，主将，给你传老叔，我给你传雅婷妈妈。李雅婷。淑芬阿姨，一起怀疑十二招，只是简单的小手术，十五分钟就结束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想要是个小孩。妈妈，我要乖乖听你的话。你满意了吗？对不起，
承认，因为我不听话，所以你把我丢下了。没有，妈妈没有丢下你，我没有不听你的话，只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。我知道，没关系，妈妈陪你，妈妈陪你，妈妈救你出去。娘亲，我是你妈妈的朋友，我要我带你回家。妈妈，我们是不是走不出结界？李小姐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，来，跟我走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
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跟孩子都在等你回家。一君，一君，一君，你不是真的，你已经死了。我就在这里，你开门，你开门看我一下，一君，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们？难道你不想再见到我了？我就在这里。家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回家。你不要再骗我了。别管他。
掉了，妈妈被他们杀死。做什么啦？妈妈，你赶快来看，他刚刚被一堆坏狗狗欺负，我把他赶走了。我永清最乖了，这么小就知道保护弱小。是妈妈教我的啊。哎，你记得小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唱的歌吗？我们唱给狗狗听。小宝贝，记得、啊。
在风雨中长大。Thank you.
人真正走出来。干话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山顶那遐侪无神啊。睡醒后呢？